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的，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有这回事？韩掌柜，您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太君慢走。东家，怎么回事？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丁三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儿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你说的有道理，容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找我？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我说没这么个人，但是你想想，你之前跟谁说过你在这个地方吗？可能是我以前的工友吧。那就难怪了。韩大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去吧。祖祖，怎么了？王文渊没说实话。対策課、付近3キロ前後地点の川を調べましたが何もありません。救ったのは死んだはずの場面縁です。報告。入れ。大佐。なんだ。調査しましたが銀さん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せん。上海は広い。銀さんは上海のボスでもある。容易ではない。消息はあるのか？まだです。しかし、私たちはこの度、協力者を見つけました。そうだ、君にはもう一つ、任務がある。ワンウィンウィンの写真を持って、スージョーファの下流で布告しろ。まだ生きているか、確かめてみるんだ。はい。
大佐、すでに手配しました。すぐに結果が出ると思います。ワンウェンウェンではなく、他人であってほしい。大佐ご安心を。たとえワンウェンウェンであれ、奴をまた殺します。報告。入れ。大佐、木村の居場所が分かりました。人を連れて、そこを包囲しろ。はい。はい、谁呀、啊？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我去。走。怎么了，林先生？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没有啊。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剧毒的人？我不是。真的不是？不是。我相信你。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不用问了，我没有亲。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要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若素，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我发现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在哪儿？ 少佐、中にいるのか。います。ただ少し前に人が来ました。奴が連絡人と疑っています。先に他の奴に構わない。木村さえいればいい。すぐに捕まえるぞ。はい。 孟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要走，捕捉他们，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まだです。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 行くぞ。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咱们劫狱吧。劫狱？怎么劫狱啊？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街巷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哼。裴振阳，咱们对宪兵对监狱的情况了解吗？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哼。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 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的，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大佐閣下。入ったか。まだです。木村先生。木村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我要可以告诉你，那份名单已经被送出去了。木村先生，果然像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过我相信你会说的。大佐、刑に処しますか？いや、いい。そのままだ。その時に会った手段はただの刑よりもさらに苦しませられる。はい。大佐、やつは情報を全くいません。文書はすでに移動させましたか？憲兵隊、吉野です。将軍閣下。そうだ。こいつの背後はとても複雑だ。取り調べをやめて、やつを南京司令部まで送ってくれ。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やります。大佐、何か。木村をすぐに南京司令部に送れ。このことはこれで終わりだ。なぜですか？将軍閣下の命令だ。木村への拷問をやめて、司令部が処置をする。はい。しかし大佐、私に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もう一度木村に聞きたいこと。何を考えている？単純ではないですか。名簿の行方を聞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ても、もしかすると憲兵隊の見方が変わる可能性が。よし、お前に機会をやろう。进来。祖座，上峰的消息。去吧。是。祖座，怎么了？上峰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党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这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祖座，那怎么办？只能强攻了。这份文件是我貌似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一定要交给共产党人。小吴，美珍，你怎么来了？有行动，到客厅开会。好，我收拾完就过去。嗯。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最后的晚餐吗？木村先生，请坐。松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木村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木村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呢？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木村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木村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随时恭候。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はい、大佐。行け、行け。行け。上がれ。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生。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一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东家，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怎么办？
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韩大哥，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南京。小李，一共有几辆车押送？两辆卡车，一辆摩托车。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小李，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出发。你们超过去，在前面截住车队，我从后边包抄，解救人质。好。
小吴兄弟。お前、木村がいるか見たか。はい。バカ、もっと撃つんだ。小吴兄弟，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啊，我还要说声谢谢。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不，咱们俩直接去根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名单没在我身上。你说什么？我来救你的时候，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不，现在回去，日本人肯定借，等鱼刺透露我。我看，咱们还先是找一个地方住一晚再说。走吧。大嫂。松本。なぜ戻ってきた？すいません、大佐。木村を逃がしました。なんだと？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何者かが部隊を襲撃し、木村をさらわれました。バカ！どうやって司令部に報告するんだ。すいません、大佐。この件は私が責任を取ります。バカ、お前の死でこの屈辱がなくなるか。大佐、私を償いたいのならどうにかして敵を捕まえてみろ。クズみたいに死ぬことを考えるな。すぐ伝令だ。警戒態勢だ。奴を必ず探し出せ。はい。どう？祖祖，小吴怎么还没回来？放心吧，他会回来的。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还不错。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哎，等会儿，小吴兄弟，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意见，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 また敵に侮辱された。誇り高き帝国武士の顔は丸つぶれだ。すでに帝国では笑いものだ。教えてくれ、どうしたらこの恥を拭えるんだ。教えろ。わからないのか、お前らの頭は上海滩シュリアンちゃんのにぎやかさに腐食されたか。言え。 すいません大佐、必ず敵を捕らえます。松本、君はとても優秀な部下だ。だが大変な過ちを犯した。今から君は少佐ではない。今から君はただの純羅小隊の隊長になる。木村を捕らえた時が、その時が君が全てを取り戻す時だ。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汚名を返上してみせます。 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时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向人间盛开着善良，我向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旅程就是战场，别再逃避，别再失望，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